腻子墙变成大理石的效果大家见过吗？首先呢，咱们选好一个咱们喜欢的底色或者是纹理，然后呢披刮好咱们的激光玻璃面漆，披刮平整之后咱们打磨平整，然后抛好光，就可以达到一整张瓷砖大理石的亮度和手感，防水的性能呢还非常的好。找个会画画的朋友呢，帮你画几条小纹理，就可以达到一整张大理石无接缝的背景墙效果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点个红心关注一下，省得以后找不到了。